准备了。对对对，我们今天呢也有一个，就是网友呢会一起来，就是体验，就是观众呢会一起来作答哦，总共有七题。如果你今天全部答对的话，就可以平分30,000元的奖金。三万元，我真的可以把钱带走吗？可以啊 ，A、B、C 都是来真的。对，那今天我就不知道了。这个所有的第一天问荣家就可以进去。对，因为他走。按这个对不对？谢谢，大家可以。好，手机要拿盒子哦，手机拿好哦，那个是很重要的答题。如果观众朋友们也想玩的话，赶快下载一期 APP 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玩了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准备好了吗？还没，我这边还没，是不是？好，跟你讲，我们还没好。每一集啊，就是我们的大来宾会来当我们的出题导师，他们会来导唱，所以会唱一些要么是他们自己的歌，或者是我们请他们帮忙唱的歌，对，来当做题目。那今天导唱一定不会是我嘛，因为我歌声那么难听。蹲下来才会演。一定是荣家来导唱。可以拿用脚拿麦来导唱。好的，好的。好的好的，对对对，正在带组的画面。哦，对对对，耶，好哟好哟。对怎么了怎么了？你知道直播就是这样，有的时候会有一些，最近又快要，你知道我最近很怕的是，因为水蜜不是最近要开始嘛，然后刚好是21号，就是23号水蜜吧，然后开播前就觉得。哎，水蜜之前我已经快热死了，快点。其实碰他的电话，你是可以拖啦。对啊。不行，我就 style style。因为你拖了，然后网友就说 Who cares？ 对，就拖嘛，其实。你是靠脸吃饭。哎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有很多网友都说快开始了。好紧张哈，各位网友准备哦。要答题喽。因为我跟露露都不知道题目，我们是完全来真的。对对对。来，要答题喽。首先是荣家出题，第一题音乐题，歌词接龙，请下音乐。哎，那我按哪里？不能讲，我看线上很多人都有。你按电话告我吗？可以的，好，我们时间电话卡。电话卡，其实。电话卡。公布解答，就是对蛙公布。打机器人，打机器人，包括我，包括我。你好，其实是有人打过，是后面还是有人打过？怎么会有？他应该是谢小表。还有对我相声呢，这个心情应该不好。对，这个有时候一时间真的只有10秒，很紧张。对对对，那真的会很。而主要是歌声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。很乱，整个心情乱乱。哎，唱的还不错哎，来，过来过来。好听。好好听。第二题，好，一样歌词接龙。同一首歌。也是音乐题，不同的。另外一首歌。好，来。对，我家还去演那个什么《相国》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了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陪我淋的雨，一路不同是你。真的会有人选内牛满面吗？哎，唱进去，我唱进去有点。
唱了你，牛们你。鼻音太重，内牛们。能愿意？不可能是内牛啦，还有香。那我会出题目啊。